你往前催也好，往后挂也好，它都是没劲儿的。你就可以用叫什么抹面掌这种打中对方的脸上这样的动作去做。大家好，用两根手指头检测你练的形意拳到底对还是不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抬小臂，经不住抬。例如很多朋友觉得自己三体式站得特别好啊，自己也觉得自己沉肩坠肘了，你看我做的多到位。但是呢，像宁哥用两个手指头往上一抬，抬手腕，哎，起来了，人家一压就下去，你永远使不出来挑打绷拳。但人家一抬就把你抬起来，你永远使不出来挂打绷拳。什么叫挂打绷拳？像我们两个格斗姿势站好，对方会往上格挡，往上格挡，格挡打肋骨，挡你就受伤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三体是站好了，因为人家用两个手指头去往上抬，人家都给你抬起来了，何况人家攥着拳头用整个小臂和身体的力量往上抬呢？所以你这个桩是空的。包括你在和人推手过程中，两个手接触站好了三体式，对方用两个手指头往上抬都能给你抬上去，那你和人搭上手之后，人家往上抬，你不重心立刻就没了，对方再往前扑的话，你一下就站不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三体式有一点点问题，在实战中和推手中都会极度的放大。所以什么叫做挂打绷拳？当我一打对方顶住之后，他上下有劲儿，但是对方往上抬，我们两个平衡了，我用左右和上下的力量分解它，那因为它是上下的力量，当它往上端端不上去，你俩维持住平衡了，但是呢它前后的力量是小的，你往前催也好，往后挂也好，它都是没劲儿的，因为它的力量都是单一方向的。你就可以用叫什么抹面掌这种打中对方的脸上这样的动作去做。黄教练因为使的力量比较大，它是整体去用力，实际上一般没装功的人一压就到这儿了，你的手就正对对方的咽喉，砰就打击进去了，所以这叫做挂打绷拳。所以真正的三体式沉肩坠肘是什么情况？当你做好了身体的结构，对方抬的时候，他是抬不动的。那为什么大家还有错误的理解呢？其实如果他们加一下我们的微信，看一下我们免费的80个体验课，有可能就明白了。